老师喜欢站左边哈，因为他左脸比较帅啊，下次知道了对不对？哦，又如果要跟老师合照，要让老师站左边哈，这些都是细节啊，演艺圈有很多的小小的美感哦。来，我们请二位先看右边，麻烦来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的美女朋友还有我们的粉丝哈，大家帮我们宣传一下，今天有这么重要的时刻，而且老师也亲自出席金像爱台湾，来中间麻烦。哎，真ん中の方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谢谢，来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来，中间麻烦，哎，谢谢举手的，麻烦看那边，谢谢。今手を挙げてる official なので、official を見せてください。中间那位，哎，我们的官方摄影师。好，麻烦左边，来，大家把握机会哦。左边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非常的感动，老师百忙之中嘛，也这个一下午眼花缭乱，但是他有很多很多的心得跟感想，都放在脑子里，期待未来好好发挥。好，谢谢，依旧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我们先欢送，来，再热烈掌声，欢送郑允浩老师，我们的总制作人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他可以帮我们带队。好，这里呢有一些日本姑娘啊，是特别不简单哈，到了台湾来，然后呢经过这样的过程，那每一个人现在不知道心得是什么，我们让他们一一的发表一下。嗨，我就是照身高排的吗？这个蛮好的，排的蛮好的哈。好，在第一位来。不要让你拿，因为要时间有一点久，哦，有一点感冒。好，让他可以来拿。好，我很感动。没关系，简单的祝福，谢谢就好。谢谢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我会加油的。好的，我再讲。好 ，OK， 谢谢啊，没关系，有好处回去可以再发表给其他人知道。今天我们简单的讲一下此刻的心情，来子敬。就是很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然后看到自己的档案真的很开心，然后现在还是很想哭，就是。那就哭啊。谢谢大家，然后那个 TV 一起参选，大家，我真的很喜欢你们，然后大家一定都要加油，不管在哪条路上面，谢谢。好，期待下一位在我们台上见，下一位杰明。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上面，真的很开心，今天姐姐刚好有抽到美了。啊，姐姐，这是什么？好 lucky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恭喜柏林区。其实我好紧张的。我想了很多想讲，可是现在是觉得有点不像真的吧。柏林加油！柏林加油！哦，好好好，没事没事，好，恭喜哦。柏林，你是本名嘛，对不对？你姓柏，不姓陈哈？不姓。他们都陈柏林哎。然后爸爸就是也是一直加油。是。好，回去赶快等一下跟他报好消息哈。哎，下一位，来，到时候。谢谢粉丝，然后还有很多参赛者，然后还有在看直播的妈妈跟姐姐，然后还有爸爸，谢谢。妈妈姐姐搞不好没在看，因为手机掉到地上。哎呀，哇，好厉害！下一位，真的很开心。加油，好可爱的声音。没有选上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回家睡觉啊，洗洗睡呗。下一位，嗨，豆豆来吧。今まで応援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中国語が話せないので、これからたくさん迷惑かけることも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、私なりに頑張り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我现在不会讲中文，但是我努力学中文的，谢谢。我要马上没得动，下一位。刚刚其实蛮害怕的，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的甄选，所以真的很感谢，就是挑了一直支持我，然后也谢谢一直支持我的大家。恭喜恭喜诗雨，哎。我现在很感动，然后也很谢谢大家一直支持我，谢谢。加油！加油！好可爱，多吃一点哦，那马力很高啊。谢谢每个支持我的粉丝或是评审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，请入座。来来来，赶快去给。我们有也不少哈，十位比刚刚少一位哈，所以现在已经有21位了。在我们理想中，这个数字还不错。那后面不是还有没有？来，燕君帮我们真的好哇！每个人都在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怕卫生纸不够，真情流露哈。好，来，想几句话。妈妈出门了。你这是搞笑担当是吧？妈妈我出门了，进攻军。好，陈军，赶快跟妈妈说几句话。妈，我成功了。
耶！我好，加油！好，回去再慢慢想感言哈。来，雨欣。很高兴大家。回复大家的期望，我以后也会继续加油的，谢谢大家。非常好，子萱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那你慢慢说，后面哭得好惨。谢谢家人的支持，然后我很感动，可以走到可以上 PP48。恭喜你们很棒，合格了。来下一位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还有台东的朋友，就是有在看直播的话。然后很高兴我跟子晴都上了，就是好朋友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法法，来下一位雨晴。很谢谢大家，然后这样一路的支持，然后也谢谢在我身边的朋友跟战友们。那我要跟我爸妈说，我找到工作了。怎么那么老实啊？下一位可爱，来佳玉。很感动，我刚刚真是以为自己在做梦，所以很感谢大家一路支持我，谢谢你们。你是啊，不要醒、啊。是梦啊，只是梦啊，成真了。好嘞，好，来，嘉怡。不管今天有来还是没有来的粉丝们，我都很谢谢你们，因为我一直来都很相信自己做得到，所以才没有辜负粉丝的期望。谢谢你们大家，我继续加油。好棒，会说话。好，方便说话吗？可以。然后。谢谢一路以来支持我的爸爸妈妈，还有很多粉丝跟认识的姐姐，很多很多，就是谢谢你们，还有同班同学，还有啦，随便，就是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，我做到了。哎呀，掌声掌声，佳丽。很开心我跟妹妹都选上了。然后谢谢各位粉丝还有同学还有爸爸妈妈的支持，然后谢谢你。OK， 好好好，恭喜姐妹都上了，不然回去怎么生活啊？下一位。谢谢大家支持我，就是没有来的粉丝没关系，因为我把你们都带来了。对，还有希望就谢谢家人的支持，也希望香港组也可以。TP48 好，为香港组加油哦！好，佳琪。可能我现在还没有接受到，所以我现在很冷静。然后谢谢一直支持我的人，还有在一直支持我的妈妈，然后很想要告诉你们，你们支持我是没有错的，我会用时间来证明。谢谢，这也是香港来的朋友啊、哦！谢谢雅恩，好厉害！雅恩，你是刚刚是不是你的心电感应？我刚刚是不是在说你？我刚刚一眼看到他在哭，哭得很严重，还没有轮到他，我想完了完了，真的有很多人现在很焦虑。对，没想到下一个影片一出来就犀利嘞。他看到那剪影，他就知道中了。没有没有，那时候剪影都还没出来。哦，你很奇怪，你有什么心灵那个不一样的特异功能吗？你可以看一下燕君今年运势如何吗？待会我们来聊聊。大赞对不对？好，恭喜十位，请入座。谢谢。